去好干净呀。他是谁啊？再抱着我要做什么？他身上好香，手也好软好舒服，我也可以有家。好难过，最近妈妈都不理我。都是你不好，把家里弄得这么脏，妈妈收拾了好久。妈妈，对不起，我只想让你多陪陪我。是不是不爱我了？我还是走吧。在这儿吓死妈妈了。妈妈的眼睛怎么湿了？我再也不乱跑了。哎，我怎么跑到相机里去了？慢慢的，照片里面多了一个我。大家好，我是陈柏霖。全世界有将近6亿的流浪动物，他们因为流浪而饱受虐待，而且虐杀。请善待你们身边的每一只流浪动物，珍爱每一个生命。Say love， 说爱，以领养代替买卖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孙倩。很多朋友都会说啊，孙倩，你在网上铺的那些你家的小狗狗好可爱啊！谢谢大家。我这些年收养的、救助的流浪动物大概有10多20只了，但是这相对于我们全世界正在流浪的6亿多只流浪动物而言，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数量。这6亿多只流浪动物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因为流浪而受着伤害，甚至是虐杀。所以我在这里呢，要全力支持亚洲善待动物组织所号召的 Say Love， 让我们用领养代替买卖，给身边的那些流浪动物一个家、一个爱、一份温暖。大家好，我是 James。 全世界有将近6亿的流浪动物，他们因流浪而饱受伤害，甚至虐杀。请善待你身边所有的流浪动物，珍爱每一个生命。我支持卡西欧数码相机和亚洲善待动物组织的号召 Say Love， 说爱我，以领养代替买卖，带流浪猫流浪狗回家。 Thank you。